来跟大家说个事儿啊，这次项目结束以后，带大家去广州团建度年假，大家好好准备一下。广州，好，领导，我们一定好好加油的。小裙子还有防晒都要买。你怎么玩的这么开心啊？当然了，听说广州有超多好吃的，我可要好好做攻略。那我一定带你吃个遍。和大家说个好消息啊，这一次的项目非常成功。哦。特别是团子，这次的方案做得非常不错。那下周的交流会就由团子去跟客户沟通吧。啊，可是下周不是要去广州团建吗？这次去不了，还有下次嘛，工作优先。然后我们继续啊。团子会帮你带礼物的。白昼被夜翻开，风吹散阴霾，星空亮起来，晚风扑面而来，海平面。喂，小孩。喂，师傅，你在干嘛呢？准备吃饭。广州有好多好吃的，特别是广州铁板牛肉面，咸香诱人，可好吃了，你一定要多吃点。一个人吃饭多没意思啊，我来陪你一起吃。Hello， 我给你带了这个。喏，师傅，这是康师傅干面会，灵感来自于各个城市的美食，不仅有广州的特色铁板牛肉炒面，还有别的城市的特色口味，做法方便简单。黑椒搭配上乘牛肉，滋浓味厚，特制圆面筋道爽滑，口感丰富，你快尝尝。好好吃啊。对了，师傅，你为什么没有去参加团建啊？你想听官方的说法呢，还是非官方的？官方的说法是，顾主管因个人申请原因，故不参加本次团建。那非官方的说法是？非官方的说法，我舍不得我家小孩一个人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快进来吧。哦。那我们继续开会啊。团子，这个美妆任务交给你来做，时间紧任务重，你抓紧时间弄一下。嗯，好。小孩，听说这个项目很难搞，要不我帮你吧。不用，我自己可以做，交给我吧，师傅。嗯，好吧。你看，这次小金多的项目就是团子做的，老师从来轮不到我。不是领导安排的吗？话是这么说，那师傅可是顾主管，谁知道有没有暗箱操作？师傅，你觉得我方案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觉得这个细节我们……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手滑了。你？没事，师傅，我方案已经发给客户了。好，会议最后给大家宣布个好消息啊，我们团子方案客户非常满意，并和我们达成了长期合作关系，大家鼓掌。好，今天会议就到这里啊，我们散会吧。小孩，可以啊，进步很大。当然啦，毕竟我是师傅的徒弟嘛。不错嘛，恭喜你啊。谢谢。切，还真敢说谢谢啊，不是自己做的还敢邀功。你说不是我做的，你有证据吗？我没证据，但小组里谁不知道你和顾主管关系不清不楚的，谁知道的？你没有证据，我有。这是你上班睡觉的证据，这是你上班玩手机的证据，这是你项目甩锅的证据。我警告你，每个人都是有底线的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可以乱说，不然我就会把这些照片都发给领导。你。师傅，你刚刚都听见了？我平时都怎么教你的？我，对不起，师傅，我不是。下次可以再凶我。和师傅冷战和好之后，我以为我们会和以前一样，又好像有什么不一样。对不起，师傅，都怪我害你被骂了，是我没有仔细核对好。不怪你，我自己也没有检查好。你讲了几次了，还犯这种小错误？我不管，这次就没讲。啊，你还敢顶嘴？哎呀，都怪你！不怪你自己看你的数。小孩，周末要不要去看电影啊？
我，你要是不想去就算了，我们下次再一起看。当然想去了，什么电影啊？一起玩东西。行，快来，电影要开场了。喂，一定要现在吗？那个，你也给你。师傅，要不你先去忙吧，我自己一个人看也行。师傅，没事，我自己一个人看，你先去忙吧。小二，你来了，柯子王，我还以为你不来了。我去给你买戒指，下次我绝对不会放你鸽子。我才不信呢！我发誓，下次。这是三。你好，请问需要检票吗？哦，好。哎，小二，等一下。嗯？师傅，你不是去公司了吗？我看了一下这场电影。最后一场是10:40，离现在还有2个小时20分钟，五万福公司只要16分钟，我争取1个半小时就完成工作。小孩，你能不能等我一下？我可能等不了你了。那好吧。但是我可以陪你啊，这样你就能在1个小时之内完成工作了，还可以给我买杯奶茶呢。那去干嘛？走啊！